好啦，蒙特啦，我这样还嫌他，看到没有？那哈，而且我也不会把他派出来。我现在用这个血色闪电哈丁，是练功最强的紫蛙了啦，还给他嫌种紫蛙不好吗？不好。蓝的多一点。小心那个钱也不能用啊，只能抽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好，我们来吃掉它。成长，哎呦，它现在不能成长，要五本，够不够？不够啊，不够怎么办？我看一下啊。这个礼拜的礼包有没有卖那个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个碎片啊，很讨厌，没有碎片。有一次聊天室，一波七十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中，中啦，中啦！我要死亡骑士，你要给我那个屠龙者，你给我中这个。你给我种紫蛙干什么？好啦，蒙特啦，我这样还嫌他，看到没有？那哈，而且我也不会把他派出来。我现在用这个血色闪电哈丁，是练功最强的紫蛙了啦，还给他嫌种紫蛙不好吗？不好，我要种屠龙者，虽然等一下就会种，不过我刚刚蓝的没有合红哦，我还在挣扎，我看我要不要合红，蓝的要不要合红？好，先把这个弄一弄。哎呀，我刚刚应该先弄变身的啦，弄变身我现在就有紫变了，你看我现在的核紫变几率就低了，我觉得是这样啦，他不可能给我紫蛙又给我紫变啦，恩熙不可能对我这么好啊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啦，聊天室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可能吗？不过也没关系啦，反正我再练一等，我七十九等了，我再练一等就有了。哦，有够多啊！我今天光光抽变身就抽了16亿，应该出了吧？不要让我到80级不好看啊，好不好？好歹我也是恩熙认证3季的大使了，好不好？唔通太歹看。虽然刚刚那个拉敦来的很厉害，刚刚那个拉敦很厉害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紫变来一个近战的，好不好？来个近战紫变，让我爽一下。好，屠龙者就不用现在给我了，80级还有屠龙者。对，好啦，28次开了，28次有3张就掏球啊，2张是正常发挥了。谢谢啦，黑白马承你吉言。有了几张？7张啊！哦，是了耶，7张啊，一波七刷起来啊！台子坏掉了。哥哥干，头家领导的台下海去啊！进来，祖师爷进来，砍他，砍他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砍死他！是啊！哦，等一下，紫色的也要这样哈、哦，拜托，紫色的也要这样。哦，一张。哦，各自丢来，死亡骑士看到没有？有人很想要，没有？躲过去，又一张，哦，一直出来啊！头家，恁家的台下拢害去啊！我这无大领取奖励，几盖？几张？3盖，啊，搁一盖，4盖。聊天室一波七十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中。看他，今天晚上有没有紫变？看看你啦啊！有没有紫变？看你啦！看他，睡啦，有啦，嘿嘿嘿嘿，看他。
心啊！聊天室一波七十过去，几张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我靠，法师啊！不要法师啊！哇，巴列斯被冲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有几张？还有一次。等一下，我记得这一张是，我记得这一张是魔法的嘛？对，用转的转一次可以转一次。顶用怎么顶？这个没有办法顶啦，这个是魔法增幅力的呢。现在我薅，这波薅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合一次哈，我们再合一次。聊天室一波气势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，中，砍他。砍他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没有。哎呦，等一下哦。这一张我先收。这一张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啦，我们转一次好了。好吧，我们转一次。聊天室一波气收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。那个就加啦，可是深渊的巴列斯也是魔法增幅力啊，靠腰没钱了。好，我想一下，没有赚了。这两张为什么都同时过来啦？这看不懂啊，整个歪掉，金价派去啊，今天转波龙派去啊。哦，来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了，好不好？等你哦，有这哦，这个是变身，多紧啊 ！All in 了啦，怕什么东西嘞？有没有可能转五次全部都是法系？等一下哦，有红的呢，一次两张哦，双红，对，吓我一跳，我想说怎么可能有双红，这凶狠，双死棋哦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也还是不够啊。我中紫色的这一张，然后转卡又是巴列斯，先中巴列斯，转卡转了一个深渊的巴列斯。没有，我合完最后一次，没有加班，我合完最后一次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啊！待会第三次呢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就直接收了啊，我就直接收了。来，聊天室一波七收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至少是屠龙啊，好 ，OK 的，但是还没有完哦。找背盖，一张，哇！我现在有预感，我会不会又再中一次啊？我如果再中一次的话，就尴尬了。你看，我花那么多去转。聊天室一波七十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中，会不会再中一次？再一张屠龙，直接惊变。我觉得不可能啊，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容易啊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啊、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直播，麻烦请你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入会员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师，感谢你的支持。